生多久啊？快一个月。确定吗？发誓。真的啊，我可以帮我作证。好啊好啊，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帮你找找看。可是我没有喜欢什么类型。你是混血啊？你混哪里啊？混基隆台北。台积电。你要基北吗？好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 Coco。Coco， 那你等一下去哪里啊？等一下去欧米。现在在排队，排队前帮你找一个。你念什么的、啊？念化妆科。你这叫什么妆啊？自创。那你的休闲娱乐是什么？插花吧。插花、啊、有没有作品？哇，你这是玫瑰花圣诞树。好，那你什么星座？摩羯座都慢热呢，你很好聊天。我觉得我没有很纯正的摩羯座。好啊，我来帮你找。你是不是单身啊？单身边的。啊，帮你抽一个好不好？还不错的女生哎，她叫 Coco， 可以认识。啊，你做什么工作？消防，做那个消防车，对，传统产业。哦，你是打造消防车的，那你未来有什么梦想吗？找个好的老婆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们来认识一个，看看你们能不能当好朋友。那你的休闲娱乐是什么？回去运动，打游戏，跟好朋友聚会。OK， 好，走，我们去见他。很可爱。他不是消防员，可是他在做消防车。你今天要的是一台消防车，红的。对对对，哇，太棒了！哇，好，他现在到右手边是我们的 Coco， 他目前是化妆品科学系，喜欢插花。他到左手边是我们的 Albert， 目前是在做消防。那数到三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好不好？来，哦，你的背厉害哦，这背厉害。好，数到三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go。自从遇见你，我比你还要少女，偶像的位置。他是在台中念书，被他化妆很厉害。他会写台北混基隆，完全没有混的。真的吗？你也像啊，因为韩国人嘛。哎，你听他唱歌很会唱。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说没有爱的我。那又如何？怎么了？告白气球。等等等等。然后现在就唱他熟悉的。好啊，你最熟的哪一首？我一路向北，离开有你的世界。还不错哎、啊，很真情的。你看他都有练胸肌，胸部练得很大。你要不要敲敲看？敲敲看那个安全感啊！跟他一起运动，想运动吗？还不错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当好朋友，来加话一下，来，好啊，来壁咚一下，来。的东西很漂亮，很好看，它很有美感。没有800多而已，它是慢熟的人了，对啊，都认识。我们打个分数哦，我给他8分好了。哎，还不错哈、哦，算不错吗？喜欢唱歌。喜欢唱歌，还有吗？我觉得他衬衫很好看。哦，你觉得他穿衣服不错？单眼皮吧。哦，你喜欢单眼皮男生？我就问他，哦，等我一下啊。9.5啊。哇，很高哎，为什么会给9.5？还蛮斯文的人。斯文的、哦，长头发我蛮喜欢。我喜欢长头发，可以认识看看。好，回来。哇，你知道他给你几分吗？9.5。真的？哎呀，因为他觉得你眼睛很漂亮，皮肤很好，他觉得你长头发发色很好看，都看外表哎。你看，看到美女就这样。好了，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互动哦。我脚很酸。你没关系，我抱你。好，来，小心哦，注意安全哦。